Hello， 各位 T 卡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情人节，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介绍的，并不是很多人的梦中停车，但是我相信这辆车应该是很多人都想，也或许有机会把它纳入你家车库的一款车。它是全新第四代的 Focus。那这一台 Focus 呢，因为全新的 Focus 在2月20号才会正式上市。那我们这辆车等于是在上市前就借出来了。那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我如果有办法帮大家解答，我都会立刻解答。那如果你要问到五门版，真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摸过，所以就请大家见谅。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为大家来介绍这一台四门的 Focus。这台 Focus 呢，它是旗舰版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一个版本其实在海外叫做 Titanium 版本。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走比较它没有那么运动风，像未来的 ST Line 这样，或者说也没有到非常奢华这样，但是它看起来中庸中庸的。但是你可以看它整个很锐利的这个头灯，里面该有的灯具，近灯、远灯其实都是 LED 的。然后你如果看到下面的这个雾灯，它虽然这个就不是 LED 的，但是它其实整个光色还是有一点点偏白蓝色，所以你从远远这样看，你并不会感觉说哇，好像这台车就这个地方最讨厌不是 LED， 你在远远看起来并不会这样子感觉。那我们移到车头正前方的话，你除了可以看到整个引擎盖上面的这个折线蛮明显，当然你也会发现大家所谓讲的 Focus 的马丁头，当然就在这边。而且其实它里面很特别的是，它里面还有一个主动的气栅，会随着你的车速还有电脑会自己依车辆冷却的需求去进行那个气坝的一个闸口的开关，这样子也可以调节这辆车的风阻值。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绕这边好了，这边那边背景比较漂亮。那我们接下来呢，让大家来看一下的是这个胎圈组，基本上这一台呢，它是配的是17寸的胎圈组，但是这个其实是经销商选配的车型的。你如果是买四门的顶级版本的话，它原厂应该是配16寸的。那如果像这一台一样选配的话，它是选到215/50R17的这个胎圈组 ，Continental 的轮胎。那里面的刹车呢，初次的踩感来说，其实我认为这个刹车刚开始你来接触的时候，你应该一踩就会感觉哦，它这个刹车很力。远近灯、头灯自动切换有，这是好消息，对吧？好，那我们接着再沿着车侧，你也可以发觉它这辆车虽然它设计不是非常的夸张，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车侧的线条，它还是有一些做出一些人线的那种造型。而且其实我当初第一次看到四门版，我很喜欢它一点，就是在它这里的部分。为什么？你看它这边竟然有一个小小有点像性能车的压尾在这边。它虽然只是一台不到90万的 Focus， 但是它该有的设计其实整个气势也都是很漂亮的。那也同时带到这个车尾尾灯，你也会发现它这个像整个导光条的设计也是相当漂亮。那除了福特名牌之外，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 Focus， 其实跟保时捷设计也很像啦。他把这个 Focus 的车标写在这里。多少钱？其实这个部分，如果要谈到价格的部分，因为我们只知道它2月20号才会上市，所以就请大家敬请期待。那我们既然都走到车尾，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车厢空间好了。你可以看我刚这边放了一件我的大衣，然后我的包包里面还可以藏一个20寸的行李箱，有没有？所以我把它推进去，这个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个后箱511公升的这个容积，其实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家庭买家而言，我觉得应该是够用的了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我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先拿出来。为什么？因为其实这边暗藏的一个好料在这边，来给大家看。这台车它取消了备胎，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是 B&O 音响扩大机，这个是它的
一个140mm 的这个超重低音喇叭，它设在这边。这台车总共有10具扬声器，所以你就会想象，你买一台顶级版的四门 Focus， 你其实也买到了一套非常好的音响。好，那尾门没有电动哦，我们在我不知道五门版会不会有可能没有，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四门车，它基本上，你如果 care 电动的话，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它其实，你看我手都没碰，所以它其实开起来是很轻松的，你不用担心说哇，可能像力气比较小的女生会打不开，这个部分是大家不用怕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车内表现了。车内表现的话，我先带大家来坐一下它的后座。我上次还记得上次我试 Yaris Crossover， 有人讲说我椅背没有弄回来，等我一下，我先把它调到，因为现在是我的正常我的驾驶坐姿，那我把它调到差不多 B 柱的位置的时候，现在对，现在两张椅子是差不多是平的了，那你可以看哦，对，艾迪讲说想看后座空间，没问题，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来，小编身高163，那你可以看到呢，基本上它的这个乘坐表现已经远远的比 3.5 代的 Focus 好很多了。我的这个膝部距离大概还有两个拳头 ，maybe 有些人比较壮，有些人拳头比较大，但是我相信至少都有一个拳头多的空间。头部来说，我不会讲说它的这个头部空间非常非常超宽敞，因为这不是休旅车，而且它车顶又有点下翘，会有点流线的造型。但是我觉得还算 OK， 就是基本上一个拳头多一点点的空间。那你如果是对上一代 Focus 熟悉的朋友，你应该会发现这里中间的朋友他有头枕了，这是好消息，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杯架没什么好看的啦，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来讲一下，就是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后座冷气出风口在这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插口，你如果有需要充电的话，这边都可以进行转接，假设可能转接成两个 USB 啊，后面两个人三个人就可以来手机充电。那另外一点要介绍的是，各位看我刚才没有把那个后行李箱示范的时候，我没有把它椅子倒下来，对不对？因为它在这辆车的后行李箱，它没有办法直接从后箱的部分把椅子做倾倒，它一定要来到这边。它是用按的，旁边一个小按钮，然后放下来就可以看到。我顺便再开一次后箱，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平整性好了。因为今天是直播，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它有一个小小的断差，但是我想你如果511公升都不够放，你至少有那个扩充已经是很棒的功能了，对吧？那除此之外，你要谈到后座的乘坐表现来讲，后座的乘坐表现，我觉得就我第一印象来说，它的座椅泡棉比前座软，这个很特别，是很明显。你只要坐过前座再换来后座，你一定会发现它的泡棉真的有比较软一点点，它比较舒适取向。当然你讲说它的大腿支撑 maybe 没有到非常的长，或者说它的侧向支撑没有到那么好，但是这辆车它毕竟是四门车，它是家庭 Focus 取向，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样子坐后座来讲，你至少有空间，座椅坐起来舒服，这样就也是Focus 的一大进步，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到前面。有人已经讨论到他几匹马了，182匹马，182匹马。那我们接下来换到前座，前座哇，我必须讲前座好多东西。你第一次上来，我先把车子发动好了。好，发动了。那你可以发现，第一个，你第一次坐到全新 Focus 的，看我资料滑了一下，因为什么我资料滑了一下？因为我刚放着。它这边有什么？
有很棒的 HUD。那你在进行那个 HE 设定啊，或者说这个车辆的资讯，都会投影在这边。那啊，既然都讲到 HUD 了，那我就一路讲下来好了。好，那如果谈论到它仪表的话，它基本上这边中间是有一个小萤幕的，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我是把它切在驾驶辅助的，我只要按方向盘左边这边的按钮，这个是定速按钮，我只要按下去，你可以看到它写就绪。那这个时候呢，它的 ACC 它的车道偏移维持辅助系统是同时开启的，这是很棒的。你不需要按了一个按键，然后设定时速又要去开车道，不需要。你这个东西你只要按一下，像这样，它就一次全部开启。你真的觉得车道偏移警示或辅助很讨厌的时候，这边你可以把车道偏移辅助取消，这边这个拨杆这边是偏移警示的开关，对。但是我相信，除非你真的开到觉得它很讨厌，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正常，应该都是会开着的。所以你看，像这样我一按，哦，等一下，好，这样子我一按，它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两条实线，中间是那个一格一格，那个是车距，它总共有四段车距可以进行调整。那假设它有收到前面的车子，也有抓到旁边的路边白线的时候，它这些图案全部都会变成绿色，全部都变成绿色，就是代表说你抓到了这个道路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只要在时速30公里以上，你就可以进行定速的设定。而且这辆车它的安全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说，就是说这辆车它的整个，也就是所谓他们的 Copilot 360的这套系统，它其实是有达到像外国协会他们评价所谓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系统。你要知道 Level 2半自动驾驶系统并不是那么好拿，你 maybe 很多车有类似像 ACC 类似的功能，或者说车道偏移辅助类似这些功能，但是你要拿 Level 2，据福特同仁自己今天早上就在讲，你要买到 Level 2的车，这一台未来是最便宜的，所以我相信大家这一点绝对值得参考。那其他部分呢，肯定还是要讲一下它的中控。那你看到它的中控当然很大，这个是八寸的触控萤幕，你可以看到哦。等一下，我先把广播关掉。好，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实在整个程式的操作跟反应速度来讲，其实是不差的。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哦，这边之前有人连过，所以这辆车你可以看到有人连 Galaxy S8 Plus， 有人连 iPhone，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套系统 SYNC 3，这是 SYNC 3系统，它里面当然就有包含了 Apple CarPlay， 还有这个Android Auto 系统，它都有支援。那你除此之外，哎，等一下，我先回答一下问题哦。有朋友问说 ACC 是全数仪，对，这一台是全数仪，而且你就是你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它会自己帮你刹车到停。停下来之后，要是绿灯了，你要走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轻点一下油门，或者你直接按方向盘这边的 RES， 你只要按下去，它就立刻又跟着走，就是这一颗。所以假设哦，现在绿灯了，按一下，它就跟着走，很方便，你不需要再去动它。好，那话题我们回到它的中控这边，八寸萤幕介绍完了。好，那你可以看到，因为其实也是透过这个大萤幕的设计哦，所以它现在中控这边界面变得简洁很多。当然我觉得它这边空调这边要是可以再简洁一点点就更好了，只是说我相信这样子已经取消掉以前很多的按钮了。那在下面呢，下面你可以看到12伏电源孔，还有这个 USB 插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相信这个大家会很爱啊。等一下，我刚好在看大家留言。好，你看哦，有没有无线充电 QI 的这个无线充电板，这个也是标配。所以我相信光我刚讲的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无线充电板，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或者说年轻朋友来说都是相当实用的配备。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讲，我先开一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一样哦，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立刻讲。好，
那这边讲完了，当然肯定就是要开始讲他这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现在的排挡杆，他现在已经不像以前是用那种传统的，他现在已经是电子线传的设计。那你可以看到，哎，我就这样转一转，它就入档了，很方便。而且这辆车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我讲的不是后面很棒的电子手刹车跟那个什么 auto hold 还有自动引擎自动启闭哦，我讲的不是这个。我现在来要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一定要为大家来示范一下，现场示范的。来，你看哦，我假设现在开车开开开，我低档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遇过那种有的人很粗心大意啊？我开车开到车库了，我就要下车了。好，我们现在你看哦，假设我现在开个车门，我手都没有动它，有没有？它自动回到 P 档，这个是非常安全的设计。当然，你要是比较谨慎的朋友，或者说你对于这个安全有在注重的朋友，其实真的。停车完绝对要记得打到 P 档，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我车门再开一次，有没有？我都没有去转它，它会自动帮你打到 P 档，所以这个是相当安全的配备。那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假设那你想象，你假设可能哦，车子哪一天真的有问题需要拖掉，或者各位会去洗车场，对不对？有没有那个服务的那个工读生都会跟你讲，哦，打 N 档放手刹车有没有？他要你放 N 档，然后跟着洗车机的那个隧道走嘛。这个时候你就想，哇，那这样子我门一开，它又变 P 档怎么办？没有关系，我只要记得先打 N 档，然后按一下 M，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手动的模式。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现在一定要把手刹车拉起来，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就算开门，它也会卡在 N 档。同时，我手去转，它也不会入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是很安全，车辆一定会维持在 N 档。那有朋友问说怎么解掉？很简单啊，你平常怎么开车的？你总是要踩刹车才能入档嘛，所以你只要踩刹车，你就可以转了，有没有？所以这个是很棒的设计。好，我来回答一下问题，有没有 AUG 插口？它前面就是12伏跟 USB， 还有那个什么，AUG， 对，应该是 AUX， 对啊，它这边是没有 AUX， 但是你要记得这台车它有 Apple CarPlay， 好不好？还有 Android Auto， 这个都是很棒的设计，你只要连上去就好了，你不需要用 AUX。OK， 那方向盘有没有四向调整？有。立刻为大家解答，前后上下有没有？都有。所以这个四向调整，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四向调整的方向盘只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各种身形的人很快很快的去找到你最舒服的驾驶位置。你不会说啊手长脚短或手短脚长那种感觉，这个是很棒的设计。那讲到方向盘，还要再讲一下，它后面当然也有那个换挡拨片在这里，有没有？所以你在开山路的时候就可以，也都可以玩一下，你不用担心说哦，这辆车，好像取消了排挡杆就剥夺你驾驶乐趣，并不会，好不好？好，那我们再看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地方？哦，像是接下来就是比较装饰性或小功能性的，你就可以看到哦，它饰板来说，法丝纹的，蛮有质感的，对不对？我当然会讲说。我不会用非常有质感来形容这辆车，不好意思，福特，我真的不会用非常有质感来形容。但是加了这些设计，确实会让你整个车室的这个气氛变得更好一些。有朋友问有没有 ST Line， 有，对，这个应该是在未来那个五门的车型上就有。那你如果要问全车系的，可能还是要等2月20号发表。吼，开到一半解安全带不会打回 P 档，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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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其实这个是不良示范啦，吼。但是像我们刚才在调摄影点的时候，有小小移车就没有系安全带，那个时候它是不会摇起来变 P 档的。吼，双前座电动没有那个连。驾驶座都是手动椅，你可以看到我现在靠手动在弄。五门的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过几天其实就有
媒体的试车，但是重点，德哥三月会试驾五门的，好不好？各位千万等我们德哥的试驾影片。五门也是非独立悬吊吗？我这样讲，我私心希望是独立悬吊啦，嘿。但是这个说认真，这车厂实际公布前，我们还是没能拿得准。好，那接下来哦，车内还有其他东西的应该不多了，就像这边有点乱啦，但是 anyway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箱子里面，它这个还有绑带，所以你假设要放一些书本，我知道很少人会在车上看书啦，但是假设类似像书本，你就可以放着，然后也有 USB 可以插，好，然后。五门，大家都很关注五门，真的，我们也很关注五门，但是还没啊，真的，我也迫不及待了，真的，Wagon 版本目前现在还没看到，好，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摄影师很辛苦，脚边的这个 BMO 有没有？我刚刚讲了，这辆车有十具啦，扬声器啦，要讲扬声器，四个高音，四个低音。一个中音，再加上后面尾箱还有一个超重低音，这样总共十句 ，OK。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引擎好了。我先熄火。好，先等一下，开这台车引擎盖的时候，这台车很方便，因为它跟 BMW 其实是一样的，你只要拉两下就好，你不需要在前面那边挖那个释放扣，有没有？拉两下了，好，拉两下了，我都没有去勾它哦，有没有？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就是它很方便的地方。那给大家来看一下引擎室，当然我们等一下肯定会给大家来一点动态的一种。展演，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引擎室，基本上 1.5 升三缸涡轮引擎 ，OK。超重低音在哪？在那个，我这样讲好了，超重低音在那个正常车子备胎的部分，对。好，那我们因为俊宏有问到说有电折吗？您讲的是后视镜吗？后视镜有电折，那还有什么东西有电折？你应该是讲后视镜没错吧？好，那好，我们现在内装外观都给大家看过了，对不对？现在最重要的就要来带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下这辆车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稍早在山上录的影片。相信刚各位看了这辆车的外观内装，那我们现在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为各位解答说。全新 Focus 在路上到底实际表现是如何？那我个人认为呢，这辆车它不管在底盘动力系上有两个非常大的改变。第一个是它 1.5 升的涡轮引擎由四缸变成三缸。那另外一点呢，则是它的底盘部分。它当然全新 Focus 都是采用了 C2 底盘，可是我们这辆因为是四门版，纵使它是旗舰版的车型，也就是顶规的四门车。但是呢，它悬吊部分前面花层没有问题，但是它后面改用的是扭力梁，并不是多连杆悬吊。未来 Focus 在整个操控表现上会不会感觉变弱了？这个我们稍等为大家解答。但是其实我相信有些朋友也会有疑问说啊，那这样子五门车型还有没有多连杆？这个部分我必须说。这个我们现在真的还没有解答，只能等到它上市才能让原厂来自己公布。好，那为什么这辆车要采用 1.5 升引擎呢？当然重点就是节能。这辆车它引擎是全铝合金设计，涡轮化了。那此外呢，像在喷射系统来说，它有缸内直喷，也有进气歧管的喷射系统，所以它是双重的喷射系统。那这一套系统呢，它设计的目的其实为了要减低它在进气歧管那边积碳的这种现象。再说到这辆车还有什么其他可以为节能带来帮助的地方，除了像它的外观
它因为风阻值很低，而且它在这个前进气坝这边，它其实有主动的扰流翼片，可以适时的调整风阻值，这样子让这辆车风阻值降到 0.25 CD， 很低的表现之外呢，这具引擎因为它整个节能设定上其实是设定非常不错，像以原厂的公布测试值来说，它每公升的油可以跑到 17.6 公里，所以是相当不错的。除了引擎的这个进化可以为节能带来帮助呢，其实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当然就是它的车体。车体全新 Focus 呢，除了它为了要营造更好的空间，在它的 C2 平台之上呢，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当然就是轻量化。轻量化有一个来由是非常重点的，就是说因为它大量采用了硼钢，硼钢在上一代车型来说它采用率是 11%， 在这辆车采用率是 33%，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它整个车体刚性提高了非常多。在你用够多够刚强的这个金属材的强化之上，你自然就不需要一直加很多的金属料上去，所以呢让这辆车车重又可以再压低，像说它乘车减重有60公斤，那你如果是只论金属结构的部分来说，它也减掉了16公斤之多，但是它的抗扭表现增加20%，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 C2 平台其实带来的注意是非常大。各位会讲说它改用扭力梁悬吊好像有点芒刺在背那种感觉，可是各位不要忘了扭力梁悬吊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它结构简单维修便宜，另外一点呢，其实福特他们很用心的是说他连扭力梁的那一根金属梁的部分也进行了减重，所以让整辆车不管是车辆单体也好，就连悬吊的部分其实都有减重的效果，那这样自然就会让他的整个操控表现又会再更上层楼。那刚跟各位谈完了这辆车的节能表现，现在该上主菜了。 Focus 一向让大家很引以为傲很喜欢的地方当然就是它的操控，但是在操控之前先容我补充一下有关它的动力。这辆车的动力 1.5 升引擎它却有182匹的马力跟 24.5 公斤米的这个扭力，而且重点它的扭力是1600转就可以释出，所以呢我早上在加速实测的时候其实我测了两趟，第一趟它可以跑到 8.6 秒，0到1008.6 秒，第二次甚至跑到8.3 秒，这样你就知道这辆车它纵使只有三缸而已，它除了可以在日常的时候像是你高速公路或者说跑山路下坡的时候你慢慢开，它可以变成两缸很节能，可以带给你17多公里的这种整体表现，但是它在实际加速的表现上完完全全没有牺牲掉 Focus 该有的冲劲，尤其你要是把它设定在 S Mode 的话，它冲力真的是非常大，你完全感觉不出来，哇，这竟然是一辆 1.5 升的车子。那再来谈到它的这个底盘好了，怎么后面悬吊改成了扭力梁，这样子好像就没有 Focus 那种以前这么厉害的感觉，但是你不要用规配表的上面的东西来定义这辆车的操控，因为这辆车的扭力梁呢，除了经过我刚说的它经过减轻之外，它其实非常厉害，是说在弹簧的部分它左右是采用不一样的设定，它是有所谓向量的设计，它可以让你在车轮接受挤压的时候它并不是直直的往上顶把力量往上顶而已，它是往内挤，那这样子呢其实对于它整个车身在过弯的时候的这个轮胎的几何，或者说你轮胎能承受的这个居力的这个表现上，其实都是更为加分的。所以呢，当初我认为这辆车看起来从外表看，这辆车的操控假设是70分好了，我在 ARTC 短暂体验过后，我觉得它至少有80分。可是呢，像现在这样，我在山路上玩了一下，我真的觉得哇，这辆车没错，后扭力梁悬吊，而且它是四门的车型，可是它弯道极限其实相当的高，而且重点它非常平衡，在我的眼前的这个方向盘在低速的时候，它回馈力道比较小一点点，让你会感觉说，哎，好像
这辆车会不会没有办法 handle 你在山路的机械超架，但是不会，因为你在高速之后速度提上来，它整个辅助力道就会减轻，然后你就会感觉它比较清晰一点点，指向性更是不用讲。而且在开快的时候，我会很讶异的一点是说，它其实可以以我远远想说这辆车可以通过的弯速还要更高，大概 maybe 10公里的速度进去进攻这个弯道，所以我真的认为这辆车的在弯道的表现是相当相当的厉害。各位，假设你还认为 Focus 去掉多连杆后悬吊，它就没办法让你在山路进行，相信我，一点都不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假设驾驶技术够的话，你在你的方向盘跟刹车搭配上，你有时候可能借由一点点突然加大你一点点方向盘幅度，或者说有时候在弯前或者弯心刻意的去点一下刹车，你会发现它的后轴还会有一点点带飘，带飘之后它立刻就会把你的路线，你原本预期的路线又会再缩窄一点点，这样子呢，你会发现你原本可能比较开的路线，你可以很快的切进去 Apex， 这样子哇，真的开起来这辆车，它的操控表现远远是出乎我所预料的。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赶快提出。我们直播因为快要结束了，那我们现在赶快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静态的现场，然后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然后当然我也简单帮大家对这辆车的综合表现做一个评比。那我们现在就回到静态的现场。Hello， 刚各位已经看完我刚才简单的这个动力跟操控的介绍，那现在当然就是回答问题时间。回答问题时间，刚这真的从留言就看得出来 ，Focus 真的是年轻的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感兴趣，在像哦，它的重钉在哪里？好，既然这么多人踊跃发问，再给大家看一次，这一颗就是好、哦，它当然上面一定会有盖板啦，因为不然的话，你假设东西放太大力或戳到这个喇叭就 GG 了，扬声器就 GG 了，超重钉。那旁边你也看得到，这个是它的扩大机哦，我没有说谎哦，你看 BMO 有没有？他们家的扩大机。超重力扬声器就在这，那当然因为这个东西放在这里，所以这台车是没有备胎的，是补胎剂。OK， 好，然后我看一下还有朋友问到灯具的部分，灯具来说，先给大家看一下，对，灯具的部分前面是 LED 的，好，我现在故意开门，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LED 的灯具，有没有？欸，我看一下。没开，等我一下哦。有没有这样？好，这样应该有开了吧？哎，好的，这样有，好，有开了。大家现在应该都看得到了，都是 LED 的灯具，有没有？很漂亮。哎，这好像很多那个刮到，但是没关系，你可以看到。重点是要跟大家讲，这是 LED 的灯具。那有人问到怠速抖动，我必须讲，其实刚你如果稍微看你就知道，其实我个人对于这颗引擎的表现其实相当的讶异。它是三缸引擎，三缸引擎天生来说就是会抖，就是会抖，你不论是买到什么厂牌的都一样。可是在这辆车上，他们所谓 NVH， 也就是不管是噪音啊震动抑制，其实都相当好。引擎的震动上，我必须讲，你只有在假设像我现在从车库要开出去，P 档入 D 档，入下去你会感觉比 P 档震动大一点点。但是相信我，你只要没有刻意去感觉它，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三缸车，真的，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三缸车，它的震动就是这么小。然后包含像是它因为有这个三缸转两缸的这个节能运行气缸休止模式。它没有灯号，所以我假设下坡一直溜，我也感觉不出来说它是现在是三缸还是两缸，它整个路程都是相当滑顺。那接着有人问到说那个变速箱的部分，变速箱是 Select Shift，
八束的手字牌，所以各位可以比较不需要再担心说，哎、欸，之前 Power Shift 有的没的，现在这一台是 Select Shift， 而且你要知道这台车是全新车，所以意思是说引擎、车身结构、变速箱、传动都是新的，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好，座椅表现如何？我们现在我刚刚好像没有介绍前座座椅哦。后座座椅来讲，它的泡棉比前座软，前座你会坐起来感觉稍硬挺一点，不是硬，但是就是它会让你感觉比较挺。那你可以看到它在大腿支撑长度部分表现是不错的。那整个造型上，其实小编比较瘦啦，但是我相信你如果正常身形来做，应该是感觉说它是会有稍稍的有点包住，但是不是支撑性很强的那种跑车座椅。而且你可以看这个大腿这边，它侧边这个其实也是柔软的，所以对于你的支撑力表现，当然不可能跟跑车椅一样。嘿，然后有人问到车室隔音表现如何？车室隔音表现如何？我可以跟大家讲几个东西。它的前挡整片来说是隔音玻璃，那旁边的车窗来说，四个车窗都是加厚的。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可能有些人看不出来，但是没关系。其实 ，anyway， 它重点是四个窗子都是那个隔音，加厚的。对，这是加厚，这个是隔音。嘿，主被动安全该有的都有了，包含像是 ACC， 而且 ACC 全速域的零到一百多，你在高速公路上都用都没有问题。然后包含像是追撞的警示，假设你很快速度贴近前车，它会亮哔哔哔哔，叫你赶快叫你刹车。如果真的没刹，这个时候它刹车也会自己介入。然后包含像是盲点啊，还有像是哦，现在飞机有点大声，盲点啊，还有像是这个车道偏移辅助警示，这些也都有给你。所以我觉得以它的主动安全来讲是没话讲的。然后被动安全来说，像是六颗气囊也是水准之上的表现。那当然我会讲这辆车还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它跟上一代 3.5 代的来比来说，它少了这辆车四门旗舰款，它少了主动停车自动停车技术。那当然我们今天在问原厂的时候说，这个未来其他车种有没有可能？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还很难说，因为2月20号才会亮相。哦，好，然后有人问到，再讲到一次抖动哦，是基本上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的三缸引擎，其实你只要没有刻意去感觉说啊哪里，我相信各位一般在用车上三缸跟四缸，这具三缸引擎你真的分不出来它是三缸。它就是这么平顺，我不会讲说它超平顺、滑顺、劳斯莱斯等级，那太夸大了。但是基本上，我相信你一般用车来讲，舒服够了，够舒服、够安静。后座乘坐三个大人，后座基本上我会这样讲，就是够用了吼。因为或许朋友比较晚进来没关系，我再为大家示范一次哦。基本上它在后座空间，我觉得腿部是最惊喜的啦，因为不像 3.5 代感觉你很像要挤到脚。那宽度表现，因为这辆车它其实全新的车体，它变长变宽变扁，那这样而且它就连轮距也有往外张一点，所以自然在宽度表现也会比以前好。 OK，好，会比以前好。好，哇，俊宏，你真的看得很细，我必须讲，连引擎盖喷水孔拔掉了你都看到，没有拔掉哈。然后那个有朋友问到 keyless， 对 ，OK。然后你上车前，你只要带着钥匙哦。假设我现在锁车好了，我现在锁车，然后我只要摸一下，有没有，它就解锁了。这是 Keyless 很方便，然后
俊宏问到的那个喷水在这里，它藏很隐秘，它藏很隐秘，但是你可以看这种小细节，就是它车厂可能在追求为了降低风阻。你要知道这辆车，它虽然只是一辆不到90万的房车，但是它风阻 0.25 CD， 非常低。那透过这些，不论是我刚讲的主动调节气流气坝，还有像取消那个外漏的喷水，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只要你问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法的啊呢。竟然问到电瓶，这个你要知道这辆车还没交车啊，只要不好意思，这个部分我真的没有办法帮忙回答了吼。然后有人问到前门都有感应锁，对，前门我刚示范过右边的嘛，左边当然也是，驾驶座当然肯定也是感应的啊，对不对？有没有？没有，都是感应的。OK， 好，我看大家应该都分析的差不多了吼。好，那再给大家30秒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赶快再提出来一下哦。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我们在 Focus 做的直播报道。那当然，我们未来也会有持续更多的直播报道带给大家。那就像我刚刚讲，三月的时候德哥会做 Focus 五门的试驾，台湾五门就是 ST Line 了，哦，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肯定到时候不管是胎圈啊，或者说外观的部分，也都会进行革新。那到时候肯定会更加符合 Focus 买家对于它运动性的期待。只是我必须讲，这辆车不管是动力、操控上，都已经很令人满意了，真的。好，好。嘉伟问到前座驾驶座高，我会这样讲，它的座高，你其实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就是，我们早上两位同事去坐的时候都讲说，哎，这个坐姿感觉好高，其实是因为它整个这个中控台的部分整个都极小化了。缩减化，所以让你会感觉整个车舱很开阔，所以会让你感觉好像坐很高。但是基本上，它毕竟也只是一台正常的房车哦，它不会说高到太离谱。对，不熄火锁门这个，等我一下好不好？我看一下这个，哇，好，我现在发动。因为我钥匙拿出来，它自己会感应到。好，然后我钥匙放这，可以哦，哦，可以不熄火锁门，当然可以啊。OK， 哦，好，那再给大家示范一次，感应式，有没有感应式车门？我只要拿了钥匙就没问题。哦，他现在一直扒，因为他觉得钥匙不在车上。哦，对，讲到门锁，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最后再提一下。还有那个儿童安全锁，吼，这边儿童安全锁，你这个东西你把它按下去之后，你就不用怕你家小孩子在后面乱玩了，哦。OK， 好，那就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报道。那我们下次见。当然，今天情人节，希望今天大家不管有伴的朋友、没伴的朋友，都能度过很开心的一天。OK， 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大家拜拜。